全冲。节目单元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换装，对，而且换装要换得有道理，对不对？现场三位已经这么完美了，那到底谁来跟他们换装呢？没有可能啊，该不会是那两个臭男生吧？不要啦！哎，你们衣服我们也穿不下去啊，要来干什么？这么老气的衣服，我们还敢穿啊？什么跟什么？你懂不懂？我觉得我们快来讲一些比较美丽的东西，对，欢迎文轩。哇，美人到，出了第三本，对，然后讲些什么？里面都是美容保养，然后彩妆，然后包括哪里购物。第三本美容书，哎，对，然后里面呢1000多张照片都是我自己用，就是自己拍的照片，生活照，对，非常生活化，包括我洗澡照片啊，哇，是我敷脸的照片啊，或是我的家里做的东西，好想看哦，好想看洗澡的照片。你看为我们节目今天那么隆重，哇，女神哎，女神来了。礼仪的人，对，为了宣传他的新书，是，先走一下，你看都穿得这么正式，对，应该的，走个秀秀，感觉好像得了金钟奖了，对，而且好像那个好文轩的美人到，我老婆的婚纱就好像穿的一样，好漂亮，好美哦，哇，后面，哇，整个背后也做很有看头，也撑得起来的耶，要高挑的人穿起来才会好像女神哦，对呀。而且现在对了，现在不管几岁都要有无辜的脸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叫做火辣性感女神。诶，但是我们有一批，就是今天来跟你们 PK 的，我们叫做曲线精灵，精灵，精灵，精灵。然后我觉得年龄，然后飞在空中，年龄是第一个，年龄一定 ，right， 一定要，真的就是年龄是你们的三分之一，是。他们是小朋友吗？没有啦，其实不能怪两位啦，你们的年龄是被盛梅姐拉高的。我也这样觉得，盛梅姐，我们这一组根本就是无龄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搞不清楚啊你。五字头的龄，本来平均三十几岁，然后马上被拉，平均拉到45岁了。哎，我要替盛梅姐讲一句话，你会觉得她真的很年轻漂亮吗？越来越漂亮，越年轻越漂亮。对，你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服输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无龄，我是没有年龄的。对啊，萝莉女生出来讲，怎么样？我有智慧，但是我们不要啊，我们要你们换装啊。所以待会他们会抽哦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。待会他们身上衣服会到你们身上某一个人身上穿上。哇！所以好玩吧？所以第二段是处罚。好了，我们要欢迎一号喽。好，欢迎一号出场。耶！哎呀！垂了，唐丽开始没笑容了，还做什么啦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！哇，穿这个走在路上，默默好，真好。默默好，没有看到他们三个的脸，你看许胜美不再笑了。不是，这哪里有魅力？没有，我只想到说许胜美带来穿掉，我就觉得好恐怖。真的，我就觉得好恐怖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想要穿这样，我想到我们穿那样也都很奇怪哎。而且我刚才你以前就这样子穿的。我刚才想到一个画面呢，就是某某，如果你站在许胜梅旁边，然后两个同时装无辜的表情，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？对啊，正在看，正在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正在看。我才不怕他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问某某几岁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你什么表情？真的啊！哇，好狠哦！你真的想知道？梅姐，你要讲就讲。没到你的一半啊，某某，你可以先不要回答。要讲几岁，这样观众才有 feel 嘛。等一下，你先回答我一个。谁怕谁？某某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妈妈今年几岁？好气！无耻！我要问好气！你伤一个人，你这样用两个人来伤他一个人，好过分哦！那不然讲阿妈几岁？好，妈妈几岁？妈妈几岁？46、47。哎呦，我敢推啦！春梅姐，刚敢推啦！同体46岁，你还问什么？啊！春梅姐加油！不可以，不可以输，不可以输！不是，但真的，来，每个穿衣服，今天穿最辣的、最有优势的衣服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他们的衣服哪一件你觉得是很赞的？等一下，你也要穿哦。对啊，你盯得起来的。我觉得唐玲姐的吧，唐玲姐，哎呦，姐真有眼光，叫她阿姨，你真的，什么姐？你们还同辈的？不是，我们同辈，她是阿姨。等一下，你告诉我们她这支是什么？
它这整只是什么？看一下后面，后面。我管它来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狐狸精吗？哎呦，小猫咪啊！你是小猫咪？猫咪啊，对啊，不是兔年型大运。像兔子，兔子的尾巴不是这样啦，发错，这不是兔子吗？那不是兔子的尾巴，是兔子，兔子没有兔子的耳朵很大，叫长哦，兔子耳朵又大，它是狐仙吗？不是，它是逗猫棒，人家可爱啦，对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拜托，你是猫嘛？大家好，我是猫，猫自己带一根逗猫棒，对，那你不就是要自己逗自己？你是有人，你是有人格分裂，就是逗自己，我看看，快点，快点，要性感哦，嗯，快点，待会他们要做，听一下哦，哎，待会你们要这样做哦，怎么做？你看一下逗猫棒跟那个猫，逗猫棒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有点累，哎，好可爱。那只给盛梅姐，好像那个法师有灭绝师太。佛尘，对不对？佛尘，随我来。等一下，不要笑，我也可以。等一下，我做一遍，我做一遍来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要做一遍？姐姐妹妹比可爱，举手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啊，来灭绝师太来了。哎，几哎两个一样高哎！哎，金沙傲喜哈，阿姐莫担心，带来麦迪。你拿着好像招魂幡哦，好像叫魂的有没有？我有诚意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这样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要讲我弄他，你看好，你看好，你看。哦，好可爱，那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也。真来哦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稳三稳七，我跟着回来啊！天兵天将，听我的！好笑，好难用啊！怎么差这么多？有差很多吗？一差一点点而已啦。你告诉我，这么火辣性感有什么好处？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人家丰功伟业？讲来听听看。我是名嘴界的林志玲，没错，这倒是真的。谁疯的？谁说的嘛？何土算账，何土林，何土林这样说，我要再补充啦。那些政商名流都说性感尤物，就是我这样了。我相信真的是那个联电的董事长吗？那个层级差不多啦。真的？对呀，哎，人家董事长级大概看不懂这样嘛，会看得懂我们这样？也对哦，也对哦，也对哦，也对哦。如果你们如果穿这样去，吓死他们了。你觉得哪一个你会比较欣赏？艾利克斯，你干嘛？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吗？没有，你可以感觉一下，觉得欣赏。说实话哦，我是要说实话啊，你应该紧张哦，我要说实话。你是要讲什么？没有坏啊。我觉得猫猫穿的比较可爱啊，当然啦，因为他比较有角色在扮演啦。应该这么讲啦，猫猫是欣赏啦，啊，那个盛梅姐是观赏而已。那你觉得成熟妩媚吗？有啦有啦，是成熟啊，可是，性感呐！哎，说实在，你们年纪也很大了啊，你们喜欢这样的妹妹都怪怪的吗？你们应该喜欢我们这样的性感尤物啊。我们喜欢这样的造型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有一次就是去上通告的时候，就因为很赶，我就没有换衣服，然后我就跟我们公司人就一起搭计程车，连司机都不跟我们收计程车费。哦，他怎么说？他是怎么说？因为我就直接穿这一套嘛，然后他看到之后就说：“哇，好可爱啊！”他说：“好可怜哦，没有钱买衣服，都穿这样子。”没有，他没有这样讲，然后他就看，好可爱，你们要去哪？我都不给你们收钱，然后就走了。真的对啊，因为通常男生幻想的时候，那个女生角色都在40岁以下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啦，所以他们两个在幻想之列吗？他们还在已经在那个极限了啦。哇，好危险哦！对啊，我觉得很多人姐姐妹妹快点才一个哎，我们就已经这样了。真的，来，你要加油，加油，怎么办啊？加油！但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，其实现在很多那种。宅男啊，或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那种姐姐级的。对，那姐姐是因为年纪大，年纪越大的越喜欢那种越小。那你在路上有人大叫说“文轩，我爱你”吗？有遇过男生爱慕我，可是小我很多的。有在路上这样叫吗？没有在路上，他有啊，我也有啊，可是今天去做活动就有啦。叫什么？就是唐玲，我爱你，你好漂亮。对，然后就说，因为一定要叫这个口号才送礼物啊。没有，他主持在那种电玩、电脑展，大家一起喊"Tony， 我爱你"。哦，好，
还送一个铅笔啊，还没叫，给你。对对对，这个也是有啦。可是我去唱校园活动，是全校的人都说我很可爱啊，算这样就被收买了，同学就对了，对，温泉及初恋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赚钱。给你看看那个女神来了，你看看女神，你看多美。哇、wow, 哦，有气势了，有气势了，这有的拼了哦！好，某某某某动作啊！哇，对啊，某某要可爱，快把那毛拿出来弄它，甩它，甩它，这根毛，文轩加油，快弄它，弄它，好有。哇，果然你看性感无敌，对，还是大姐有大姐的风范。对了，姐姐还是靠着气势略胜一筹。哎，没有，她就气场啊，对啊，很大气的气场、啊。对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、哦，她一下来就是压着你的这个肩膀，她就是故意的，对，就是说我就是你出不了头、哦。可是我可爱赢他们啊，你看从他们身上有看到可爱，没有关系，可爱啦，没有关系，可爱赚不了钱，可爱能干嘛？他们的那个可爱的火已经消掉了。可爱20年前早就收掉了，我们可爱已经升值在心中，不用再装了。所以你们要走女神路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性感啊，她就没有办法性感，因为精灵还要修炼才会变成女神。哦，精灵还算小鬼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才算妖怪。糟糕，怎么讲？好像怎么都不对。其实我们头发已经白了，白发魔女。真的？那我问你，你最怕去抽到他们其中谁的衣服？如果给你选的话，圣梅姐的吧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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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想跟妈妈换衣服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黑色的其实真的颜色深的是还蛮老。但是问你，文轩那套真的深色吗？等一下，他讲什么？他说黑色显老。但黑色是贵气耶，端庄哎。嗯，可是你到了40岁就知道黑色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都30岁就该知道。35岁之后就很多朋友陆陆续会走，需要这样的衣服。这件衣服真的很少穿，就开始用得上了。年轻人不知道粉红色你以为好怎么好，黑色真好用。对呀，我告诉你，我要穿你那一套，我跟你一样美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觉得黑色 always right？ 婚礼、丧礼都可以穿。多好，上节目也可以。Always right， 对对对，好想哭。你要慢慢学习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请2号出场，你先休息好不好？谢谢猫猫。谢谢。真的完蛋了。哎，三位，你光一个都搞不定，一个出来三个怎么办啊？等一下，最后他年龄也没有报，对不对？是要到最后才报？没有可以报啊，你要讲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猫猫几岁？我们还是想知道。我想知道啊，输人不输阵，今年要20。哦，恭喜恭喜！我以为更小哎，我以为大15岁，代表的真的比我儿子还小哎。你还记得20岁的样子吗？记得清楚呢。没有很久以前。对呀，尘封的岁月啊，对呀，尘封的岁月。加油加油！但是你们现在是成熟的韵味，最好的时候。对对不对？那个酒都酿出来了，越陈越香，酒味都有闻到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2号曲线经理，还有。欢迎请出场。Yo！ Oh my god！ 哇！唱的好短哦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姐姐好，你好，请问这套是什么衣服？这是身上香。啊！谁要上香？谁要上香？这是三国里面的孙尚香。孙尚香，孙尚香，三国赵薇演的那个角色，没有？赤壁你有看吗？赤壁里面那个赵薇那个角色，哦，很厉害的，对对对。孙尚香好重哦，哇！我想说谁上香？谁跟孙尚香？这时候才貌兼具就很重要。他连话都讲不出清楚，叫他出来干嘛？人家年轻，可是我们还在学习呀。学习什么啦？回去咬奶嘴。好了啦，哎，你嫌他，他的家人可是大前辈呢。家人是谁？告诉他，高胜美。好，哎，同名哎，真的有点像哎。高胜美的谁？女儿啊。等一下，高胜美是谁？真的很像啊，她很漂亮啊。像，这个是你代言的电玩的造型啊。不是，我代言的是成吉思汗。那你什么？所以你是成吉思汗啊？
你到底是谁啦？他就没事就一直做 cosplay 扮演就对了。哎，糟糕！等一下，我如果抽到他的衣服啊，还要露肚子哎。对呀、啊。可是我认陈文哎。Oh my god！ 真的假的？哇！现场我想看喽。过分哎！要今天卖点在这里了。哎，不要笑，妹妹，你不是也有吗？我没有啊。哎呀！没有啦，没有。那圣美姐穿这套好了。好啦，两位没有，唐琳有啦。我没有。我还是想看啊，唐琳胸部塞不了这里了，我根本包不进去。我还想说这个衣服是布做的吗？看起来好是布，好薄、欸，是树叶吧？好像纸做的，对、啊，你说它像纸扎人、啊，很像纸扎人。三位姐姐，你如果你最想穿，会想穿谁的？嗯，文萱姐姐的哦，女神那个必须要撑得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们很可爱，这样子没有办法撑出她的气场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没有可能？裙子都踩到了。你穿，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到一个 level 才能穿得到，撑得起来。对，他很可爱了，他笑容真的很可爱，他出来一直在笑，对，非常非常可爱。你可能没办法穿出他的味道、哦。你应该要穿圣美姐的，对对。可是我不想穿那一件诶。不想穿圣美的，对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件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。美少女口出恶言没在怕，超犀利发言气死前辈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而且我们说，基本上他能 PK， 对不对？对。就他们 maybe 你们穿他的衣服成立哦，嗯，他们穿你衣服就不成立。对呀、啊，他在你的范畴里面扮可爱，这样哦，很赞哦，甜美，穿那个气场，你可能就撑不起来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反而会有点弱掉，一定的啦，会有另外一种味道。不行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我觉得他很有信心诶。某某看好吗？很看好，而且我们都很看好，因为我们有年轻。对啊，因为年轻。很多的幻想，对不对？他意思是说他有年轻，我有年纪，是吧？对啊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他有年轻，不见得也会美丽。没有他而已啦。而且，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三位姐姐，他们也年轻过。你有也会老，你以为他们生下来？李小金，你一定要再猜错了。我们一直都还是年轻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们永远年轻。我们吴林刚已经说了，我跟你讲，有办法，你们到他这个年纪还可以这么可爱。对，你几岁？你说、啊。我妈妈48。喂，你干嘛讲妈妈嘞？许胜梅马上变你了。许胜梅，你今天有几度想要吐血再吞回去吗？完全不想接，我本来不来的，吓死我了。48，那你几岁啊？许胜梅就接通告，问清楚跟谁 PK 嘛、啊，什么都敢接，真是的。就告诉我要跟小恶魔换衣服啊！又说他几岁啊？圣美姐，你一转身，我们看到你背大概有十几指甲，大袜剑啊！我觉得这里不要笑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穿那件比他好看。我觉得吴文轩，吴文轩应该谁都不怕，我觉得。但你这件衣服，这些曲线精灵应该要害怕，因为文轩太大气了。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圣美的老气，你们不见得可以接住，你们撑不起来的，撑不起他的老气啊。可是他也撑不起我们的可爱啊。哦，那他也会不一定，不会，我们一定撑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可爱。可是我不想穿那一件呢。你不想穿，不想穿圣美的。对呀。为什么？不过那件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你穿那个坐公车的时候，会有人让座。每一件那套衣服坐公车会有人让座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因为等一下 ，Oh my god， 这怎样？你知道他以前他不用拿这个建设人家，因为不是老就是孕妇，对，对啊，不爱坐，你完蛋了。我跟他以前光拿纸笔就给他写到死掉。姐妹，快点，妹姐不要担心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日本的痴汉电车都喜欢这样子骚扰这种穿这种衣服。痴汉电车是什么？痴汉车，痴汉。车痴汉，对对对，都喜欢骚扰这种失忆症。三位算是电车骚扰我们吗？两位气急败坏，唐琳就隔岸观火，真的，对啊，觉得不关你的事就对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。
他已经放弃年龄这一块，再来就是说他身材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有人可以威胁他的。因为我完全穿越了，就是就是精灵跟女神，我游走在两者之间。哇！唐林，等一下，没有啊？知道为什么会让座吗？因为让座之后，男生就可以这样子看。OK。好聪明哦，对，而且他死都不肯错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站着，超深邃的事业线。OK， 他如果穿那件外套爆吧，好，要加油哦，加油，谢谢，哎呦，哎，后面。好短，哦，裙子好短哦，那个屁屁遮不住哎。第三位曲线精灵出场，哇，哎呦，这好可爱啊！哎呦，鞋子还有羽毛哎，也好吧，哇，不要再叫我做这件事好不好？好可爱哦，谢谢，今天好，少伟哥好，我是婷婷。Oh my god， 这个也是。电玩的吗？对，这个是那个一个什么天使之类的那个游戏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！这是制作单位借给我穿的，我刚刚看到这里吓一跳，很梦幻，因为我还有翅膀，而且看我飞毛腿，好可爱哦，好受不了，好可爱。那你会常这样打扮吗？我有一次有穿成这样过，然后是扮那种钢弹的美少女，穿粉红色假发。你在笑我？你这个造型哦，我刚才突然一刹那就幻想三个。不管谁穿上是谁哦，对啊，我都觉得不舒服哎，而且搭上那个假那个白色的那个假发，应该会真的像魔女，就是老妪，对，会很奇怪，妪会奇怪，一个女在一个区公所的区，念妪就是老太太，老太太就是老妪。知道吗？真的会真的头发都白了，对啊，因为年轻啊，戴起来就觉得哦，好像外国人，对。但是年纪大一点，戴起来就老太太，真的。哎，这是整人游戏吗？对啊，对，制作人每个都笑得好开心。谁发通告的啦？谁发通告？你真敢接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！你是扮哪一个？我是扮绿色衣服中间那个。啊，中间那个绿色衣服的，而且忍者吗？从眼睛就看得出来。但是对，重点就是我扮成这样，然后那天是穿紧身服嘛，然后我们就去唱歌，然后我都已经穿成这样了，然后那服务生还一直送什么炸鸡啊、水果盘招待。他说你们要不要吃这个，然后就一直开门进来哦，然后我明明就只露出我的眼睛，然后他要小费而已，没有，对啊，他就是需要你给点小费而已。但是我跟我两个表姐，然后我们三个都穿超级紧身的衣服，就是展现你的曲线，脸也遮起来，脸都遮起来，只露出眼睛，然后可人家还一直进来说，小姐你有需要什么服务吗？你有什么需要什么服务吗？那这段结论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因为年轻，所以炸鸡可以吃，不是眼睛就散发了青春的魅力。那如果年纪大一点，即使你露出眼睛，你可能只会露出眼袋啊，鱼尾纹啊，对。婷婷超卡哇伊魅力放电，姐姐个个学不来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年轻的女生眼睛就会有那种比较无邪、可爱、天真的感觉。言下之意就是，如果那三位女生。包的只剩下眼睛，人家以为他得了什么病，会不会传染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做一个眼睛的那个表现方式，是你认为他们三个绝对弄，就是没有办法做不到的。做一个眼睛的那个，哇，好漂亮！好，它轮廓放电哦，放电，漂亮哦，放电，放电。好，听，你看，你现在那三个在那边，那三个在试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三个在马上在练习。唐林姐，快把眼屎擦一擦。说梅姐，你老把油啊！你们老人眼屎擦一擦。不好意思，眼睛刚扭到了。三个在练习哦，好痛苦。看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来，计算三二。好浪哦，感觉纵横，好老气哦，纵横情场三十年，他会有比较就妖艳的感觉，妖艳的感觉，妖艳有，现在不流行吗？我帮你拿掉这个，你看应该很渣吧这根。嗯，谢谢。可是我觉得眼袋太深了，真的吗？我眼袋，我就回去好好照顾。哇，你没有带武器哦，真的很强哎，你啊。对啊，你说唐林姐姐眼袋太深，二号，你看一下。为什么笑得不行？漂亮啊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觉得很好啊。OK 啊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是不错，但有漏电的感觉。漏电。
我不觉得耶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呢，刚刚这三个人走出来的时候啊，我都没有看到这两位男士有任何被电到的感觉，因为他们是已婚男子，他们只觉得啊好可爱，好像小朋友哦，但是他没有那种哇，他是真生气了，真的，现在不要再玩了，我也难得会生气，拼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我真的要帮吴文轩讲一下，你不要讲，你转身，转过去，时间的关系啦，要啦，走，时间的关系啦。他被画斗起嘞，而且某某那个脸，你看某某那个脸，画斗起嘞，不要看三号机，三号会亮，会亮的看得到吗？老花，看得到会亮的灯吗？我有老花，看得到吗？好，请准备哦。哎，这不公平啦，这那个鱼尾纹会很多。不是，先不要笑哈，你要不要先拿纸巾把眼油先擦吧？好，请准备哦，一、二、三，请转身。为什么嘴巴要嘟嘟的？等一下，你转回去。你在吸雷啊，爸爸？怎么？你要吃螺肉吗？啊！那，我让他讲评。看到睡美姐很亲切，好像看到妈妈转过来叫我的感觉。我就感觉你要吃饭喽。但是温柔的妈妈，你们好像弄错了。你妈有这么年龄吗？男生才喜欢妈妈的味道。我刚刚就是要讲说，你说他漏电，可是你一点电都没有，没电的娃娃也生气了，大家生气了。你看，搞得，现在三个都生气了，搞得大家都生气了，大家都生气了。真的，根本就是个没电的娃娃。但是我头上有青春的光芒，你们的光都青春，你光在哪里？他说你头上有生气，大家都生气了，他真生气了耶，他火力全开，说我们漏电。但你们要记得，你们三个加起来都几百岁了，一个十几岁他们生气，对不对？他一个把三个气到快死掉，那个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才有活力好不好？你刚才一提醒，我想到还真的蛮恐怖，三个加起来破百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们三个加起来破百。女人没有啊，买啦！三个加起来没有吗？当然有破百，当然有。你们俩三十三岁就，你们三十四十就破百，你看三十三岁就过了。你只要十岁，你十五岁就破百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半白老妪是这样的啊，太好笑了！哎，甜甜的攻击力真的好强，好强，好强！哇，厉害厉害！眼睛眨了眨，他们三个人就开始攻击了，对。现在要干嘛？没有，这样子，不是结束了，坐下来，对。还有，这样子，三个女生来，请出列。你要记得哦，这里面有三套衣服是三位成熟美少女的衣服，嗯，对，成熟美女哦。但是如果他抽到谁的衣服之后，身上衣服要跟他对调。好，你不觉得这个画面很像不同的酒店在 PK 吗？什么酒店？制服店？怎么会是酒店？没有，气质哪有像啊？这是酒店，那边是阿公店。才不是，是制服店跟便服店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好，来，好紧张哦，看谁先抽。好可怕，石头布。好，来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那个小荣看上面，你要先抽，对，他先抽，对啊，他裙子那么短，他的衣服是我们三个最害怕的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他屁屁也漏了，肚脐也漏了，真的，手女最不能漏的漏了，那么小。If 你是千王的话，我要应该让他们两个先抽，哎，那你们两个先剪那个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们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某某看上面，看上面啊，这个最安全的啦，随便抓一件。我啦，我，选我，等等，你选到，选我，黑金色亮片。我先看一下哈，你到底在讲，告诉我是谁？你不是觉得黑色最老气吗？啊，你们猜一下是谁的？猜一下是谁的？妈妈，哎呦，文轩的啦，吴文轩的啦，不用猜了啦，吴文轩的礼服哎，哇。哇，这个不好穿，我就不相信你穿得起来。穿不起来，有什么好生气？你看默默的脸啊，默默的脸，穿不了，哇塞，他穿不了，他根本就穿到头顶了。哎呀，公平啊，抽到就要穿哦，对，大露背，大露背，哇塞，默默，哎，抽到就要穿哦，这是谁的？文轩的啦，这很有文嘛。
这一件跟他现在穿的一样啊，颜色不一样，穿起来像水泡。文轩穿某某这身上这一套也是蛮有看头的哈。对耶，文轩你一点都不害怕哈？对，不害怕哎。那你这件衣服就是要让他，可是我很害怕哎。大楼对，所以你刚刚攻击他攻击这么厉害，如果他回来一样可以扮青春。姐姐也是有头脑的好吗？对呀，嗯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穿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对，相信自己，我们要有自信啊，要有信心，好不好？要小心哦，不要踩到裙摆跌倒。你待会还能走路吗？对啊，你待会要小心哦。好，那该你了。好。现在两套嘛，白发魔女。可是他抽就知道，就他一抽出来就知道他要穿什么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好了。抽到这里，最后一个就是小龙穿了哈，来吧。抽唐宁的，抽唐宁的。圣梅的，选我。唐宁的。哦，那一定是唐宁的。应该是唐宁的吧？一定是唐宁的。如果抽唐宁，就许圣梅要跟这位小荣换哎，我觉得这是唐宁的。先打开，先打开。这应该又是泰国设计师设计。好啦。哎呦。这次有妈妈味吗？没有，圣梅的。猜猜是谁的？闻味道猜得出来啊。嗯，我猜是圣梅姐，是圣梅的。这是谁的？我的啦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我要穿的跟他一样吗？而且你对啊，我想要讲，我的天哪！我抽到千王哎！对啊，没那么害怕了吗？他那件小可爱，我怎么装得进去呢？哇，高贵。对啊，你要开很低哦。对啊，再开很，不能穿内衣，不能加料哦，不能穿内衣。那这样子会。空空的，这样好看吗？没有，他有料的感觉。那少伟穿算了吧。对啊，好了 ，OK 啊，大家自求多福了。记得你要站到他的旁边去，你拿到谁的衣服要站到旁边去，快点一组一组来，快点。某某跟谁？某某跟。哎，头发要这样吗？头发要这样，要这个样子，要穿变老妪喽。对，好不好？进行大换装。耶！许圣少女与火辣少女 PK 换装，到底鹿死谁少？好强哦！第三组赢平的，他们来这不是玩的，对，玩的 English is serious。欢迎各组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哇！经过了一阵热烈的讨论之后，拼了！终于他们要出场了，是，而且你不要小看。是福是祸很难讲，是祸躲不过。欢迎第一组。耶！哇 ！Honey pose，Honey pose， 要强一点的 pose 哦，快点定完就来找你代言哦，快把小龙吃掉。哇！吃掉了耶！对，小龙，小龙你完全被吃掉哎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这一组真的唐宁获胜呢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快点，唐宁，快点，杨紫琼的 pose， 功夫，快点，哦，哎呦，哇，抢镜头哎，小荣哦，辛苦哦，小荣，哇，小荣你累了对不对？小荣空空的，失去信心。谁成功？唐宁，我觉得唐宁哎，唐宁耶！我觉得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小龙穿上那个唐小龙是小龙龙啊，小龙穿上小龙哎，穿上唐宁的衣服呢，就是有点失去自信的，而且垮垮的。我觉得是主要是他穿起来垮垮的，可是没有，我觉得小龙穿的还不错 ，OK。只是我没有想到唐宁可以穿这一套，对。三虾，我也可以来那个代言电玩是吗？电玩可以可以，对对对。你知道这衣服，我刚刚真的是不应该说人家是纸扎人，不好穿，超难穿，真的真的，完因为它完全没有弹性，然后呢，就而且又露上露下，然后像比如说衣服啊、上衣，就是只要遮了上面，就下面就难保。其实唐宁的。他的腿很细耶，很漂亮。我在练瑜伽，真的很细，又长长细细的，真的。嗯，谢谢。这个年龄还可以这样子，不错。也没有多少，好不好？有在练瑜伽，有保养了。没有了，真的很优了，唐宁真的优。好，谢谢谢谢第一组，唐宁得分。来来来，第一组好像那个性感获胜哎。对对，其实唐宁得分。那么欢迎第二组，这个要拼了。我可以偷看吗？眯一下，哎呦，眯牌。哎呦，
他好强哦，他好强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的，后面的来，我看。哎呦 ，Oh my God！ 沟通哎，好勉强哦。我们好想看哦，好勉强，勉强。哎呦，勉强组。这一组也许会有胜算，逆转，逆转，好不好？第二组定名为“祖孙情”，欢迎第二组，加油！每次在那边有一种凄凉感。好可爱哦。接下来欢迎婷婷的曾祖母。老玉来了，老玉来了。要出来。怎么有一只掰他的白露丝还真没有可爱，可爱。可爱青春就无敌。好恐怖哦，可爱青春无敌，怎么样，棒吧，亮亮，不要开口了，亮亮亮亮亮亮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好了，快回来，怎么样，重听哦，回来，重听哦，要搀扶啦，翅膀要跑下去，你觉得穿这个有算勉强吗？哪有，美到不行，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真的 OK，真的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没，真的啦，没有想到盛梅姐会这么漂亮哎，真的有，对，有抓得到。原来你脑筋没有烧坏。如果把那个刘海，真的真的，如果把那刘海有没有盖住脸更漂亮？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再进来一点点。有啦，很漂亮，有电玩美少女，真的 OK 啦。哎，其实你们没有看到一个重点，其实真的有什么重点？等一下，这个少女跟熟女就差在肚脐。哦，对，要看一下哎。哎呦！谁啊啊！生了两个小孩了 ，OK 啦，这让我想到四川的一道名菜，而且什么老皮嫩哦，你搞笑，而且哎，这样这样，哎，你的肚脐已经不看前方，往下看，肚脐在往下看，有走山了，不要再看了。他刚好遮住，遮住，真的两个小孩哎，但挺坦白讲了，比我想象的好很多，真的好很多。怎么你想象是走出来一个鬼？我不应该这样讲，真的超过我想象，超过好很多。我说实话，他应该少说话。对，你知道我们刚刚在比手语好了。你在没有出场之前，我们真的就是我想说啊，一定没希望了。只是哎，可是我们刚才真的有的拼了，没有有的拼了，真的有的拼。可是刚才我们从后面看，其实你那个后面看不出，你们两个真的看不出年纪的差距。来看背后，真的看不出年纪的差距。你看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真的。哇，哪看得出来哪个？那个二十岁，一个四十岁，看不出来了。盛梅姐，你自己回家看，哎，看不出来就看不出来。两个真的看不出来，背影杀手。然后回眸一笑，百媚生来，赶快回眸一笑。哎呦，哎呦，盛梅的五官 OK， 好像姥姥哦。漂亮，因为你五官太很漂亮，嗯，对不对？她五官清楚。其实你做这种打扮 OK 耶。哦，盛梅姐要穿成这样是要有很大的勇气，嗯，所以我还是会投给盛梅姐，真的，真的。看起来比较舒服的吗？那艾利克斯，因为本来我觉得这一套衣，这是你的衣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还蛮适合他的，对，我觉得真的，因为有秀出他的身材。天啊，他胸部已经压胸压成这个样子，压成四块了耶！不要注意，这个是因为太紧吗？所以还是他的没有，因为他盛梅姐这件衣服有点松，所以我要把它又还在攻击粘起来，火力好强哦！你说你肉松了。他每一句话都可以刺到你，你只要不讲话，我觉得很有型。他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你穿这套衣服不行讲话。我为什么不能？不要再讲话，把麦关掉。不讲话 OK， 讲话。真的 ，trust me， 你讲话就一种凄凉感就来了。真的，我觉得还蛮凄凉。为什么？其实不讲话，我们觉得就是那个胜负的差距会很小。对。但一开口，我就觉得你输了。扣分。对。因为你就是在角色扮演，不讲话，一直做动作，对，就一直做动作，这样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然你就要需要配音，来来来，人家帮你配音。嗯，我觉得也不行，你就不要出声音，声音都不行，完全不要，真的就对，不要出声音。好像也怪怪。我觉得如果你在，你要一直出声音，就把它打成红色的灯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会好一点点啊，干脆给我绿光，对啊，直接上天堂。这一组你们判定谁获胜？马国碧刚刚说投一票，我投盛梅姐，我投婷婷的票，我应该一比一，一比一，一比一，打平啊，打平，打平啊。
因为这组很平，真的真的。就因为他话多吗？没有，对话多。你刚刚又多了，我刚才讲你不要讲话，我就投他投你了啦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组打平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哇，最后一个拼了，大精彩的这个，姥姥来了，姥姥来了。第三组，这个快点快点 ，check 一下 ，check 一下。精灵有没有机会？好强哦！第三组一定平的，好强哦！最有看最有看头的一组，因为认识文轩的话，你知道他一定平的，我觉得厉害。文轩绝对不会输的，因为他来这里不是玩的，对，文轩一定是 serious。吴文轩玩的是许胜美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定要拼冠军。这组在干嘛？胜美会开自己玩笑，然后很开朗。文轩就是要来赢的，他一定要赢，加油啦！最后一组，加油！欢迎这组。整个跟着吴文轩在律动，哎，默默抢过他，抢过他，定定，你是女王，女王不弯腰的，他是石头呀，对，文轩拼了，默默加油，你不 Q 的话，文轩可以跳到，你不停的话，文轩可以跳到明天，输了输了，快快快加油，默默加油，哇。文轩你好强哦，超强的，我觉得好强哦，我觉得默默吃亏了啦，他一副就是小大人，但是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像小女孩穿大人的高跟鞋。我觉得这就是文轩他今天挑这件衣服的原因，他知道要来，然后他知道他就是故意挑这种衣服，女生一定撑不下去嘛，你就要让他不好看就对了。没有，还有另外一套更惨，真的，还有另外一套更惨，他算对你好的。对对对对，你穿起来有自信吗？就真的很像小孩子装大人，整个不舒服吗？对，就奶油啊，哎呦，奶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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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奶油嘞。所以你知道姐姐的气场不容易吧？嗯，她那个女王的气势很不容易，不容易吧？你看，但她做得很好，你看，你看。然后你没有想到吴文轩穿这种衣服应该穿过100遍吧？对，真的。每一年万圣节，他应该都穿这一套，多厉害！姐姐靠这一套吃了多少男人的肉，你知道吗？吸了多少血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前面他们不是在讲他们很成熟吗？对，看姐姐是在一路吃人肉过来的，真的，他轮到你那小腰子，你知道他的气势，不同的地方展现成熟这样子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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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以为就你会做可爱？你看，你看，嗯嗯，哇！哇哦！多厉害呀！这一组谁获胜？吴文轩。这还用讲 ？Easy， 大获全胜。那今年如果要挑一个总冠军，应该是谁？总冠军哦，要挑个组啦。对对对对，哪一组？哪一组？对，哪一个组啊？我们刚刚讲了。其实蛮惊讶的，因为我觉得你是要选阿公店还是？你让我讲话，你不要讲话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两分钟不要讲话？不行啊，我要做生意啊！你现在在拉票吗？你要拉票就闭嘴！闭嘴！好烦哦！讲过很多次，你不讲话他就拖给你，你好麻烦哦！老女人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在娘娘娘，你们换完娘娘，好像我们不要讲话。没办法，我本来要投你们这边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犹豫了。对啊，都是因为你不要跑票，不要跑票。我跟你讲，你记得当精灵就是做 pose 就好了，对，不断有可爱的 feel， 这样精灵的味道散发出来。又没有要你们的智慧，你做的太端正，真的好像媒婆。这套衣服真的不容易穿呢，你们觉得穿这样看好像媒婆？对，这件衣服真的不能乖乖坐的，它只能够拿着弓箭，然后一直抖来抖去。对对对对，但你就要一直做这样动作，拉拉弓的动作，你要帅气。对，你不能松懈哦，一直拉弓，真的很像大神哦。好，你真的好像大神哦，真的。好了，哪一组获胜？其实我觉得蛮惊讶的，因为今天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年轻的这个可爱组精灵组一定会胜利的。对，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有一点年龄，你要装年轻，要演年轻是有可以的，因为你有那个经验。可是小女孩要有那种气质，要有那种性感，其实还没有那个经验，大气还没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是我们的撑手组。哎呦！撑手组获胜！这个时候你要好好讲。
对着小朋友，哇，站在女神有什么话对他们说？没关系，还有好几年可以学习。好几年，我们想要知道好几年有好多话。大概五年。你现在心得？就不管年纪多大，还是要有一颗赤子之心。哦，哇，我们很赤子啊。其实那个马国碧说一号跟六号可以留下来，另外四个可以换。很像在酒店里面，一号六号不要换衣服，学我们，学我们啦，学我们啦。那你会留下谁？谁会被化台？谁会被化台啊？哦，快不要讲话，谁会被化台？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